挺好。我特别愿意看这小小子小姑娘来听相声来。是吗？希望他们听着相声俩人能交上朋友。哦，从此就好上了。那令人多么开心的一个事情。嗯，我这个话你看前排这几个乐的都没人样了。听您这话过瘾。听相声你们都有所图啊。当然了，很正常。谁都有十七，谁都有十八。哦，谁都搞过对象，年轻过。当然了，说像于老师搞这么些个也不多见。我搞哪么些个呀？于老师这个，能说吗？你说，你们替我做主啊！夜深人静了，也能说点这于老师的家事儿啊。白天你也没少说呀。啊、风格不一样。哎，对，这就别论风格了啊。于老师这辈子没白活，真的。怎么了我？打小人家里给定的娃娃亲，啊，小时候十九岁就结婚了。对，十九岁的小小子懂什么呀？嗯，媳妇42。这也太大了吧？这个后来就没成功嘛？那成功不了啊？不就分开了吗？嗯，分开之后，后来那个媳妇跟了他舅舅了啊，啊，成我舅妈了。嗯，后来又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还有一次。其实那媳妇挺好的。那怎么让他干儿子给拐走了？我身边竟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反陆陆续续交这些女朋友们都认识啊。那叫什么？有一个丽丽，还丽丽丽啊，大平，大平，赵小美，嚯，曼丽，哦，曼娜，嗯，这都写书叫什么呀？曼娜没有，还有叫什么来着？这孙胖子、彪子、二愣、刘铁头，嚯，诸葛山珍，这行了行了，我这媳妇儿这名字怎么这是？咱记不住，反正陆陆续续交往过一些个女朋友，哦啊，但是跟他时间最长的是那个金角大仙，哎，这好，我敢弄神仙了，嗯、啊。取经路上取的。哎，什么取经路上？哪有金角大仙呢？金，我不知叫什么，老戴一金色的一个发卡。哦，背地开玩笑，金角大仙。哦，啊，那个最疼人。哦，那个说良心话，那是没坚持下来，咱实话实说。哦，那个不赖，那挺好的呀。这那，哎呀，太好客了。这什么叫好客呀？家里来串门的，那个说实在的，吃饭喝酒安排的特别好啊，照顾人可热情了。是那会儿于老师其实说句良心话也没什么钱，哎，那时候穷，一出去演出就是30一场50一场的，那也得挣啊。就是当年都这样吗？嗯，印象特别深，于老师出去演出一年半，啊，那么长时间一走一年半，嗯，回来这儿给生一大胖小子。哎，你等会儿吧，你得可爱不是走一年半，这儿生一大胖小子，就是于老师也急了啊！那是眉毛都绿了，绿了，都我要现行，都立起来了 你要干嘛？我这甭重复了。好家伙，真急了，说啊，谁的？那是得问问，是我朋友的吗？哦，是高峰的吗？你瞧怀疑，是侯震的吗？是孙越的吗？嗯，是我哪个朋友的？嗯。人家女孩也不爱听，真是，我就不能有个朋友？哎，没听说过，谁的也不成啊！这个，当然这是之前的事情了啊。现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，都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嗯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，嗯，我也不例外。您，我说句良心话，人追求好的生活，追求这些都是对的。那当然，我也是曾经我有梦想，嚯，还有梦想！我时至今日，有的时候都爱给自个儿编电视剧。怎么个编法啊？比如说啊，我这待着没事儿，哦，夸来一电话，是，你好，嗯，你是那个郭德纲先生吗？嗯，什么味儿这是？您好，我是郭德纲。哦，要是有时间上咱们这儿来一趟啊？干什么呀？我那个孙子结婚。哦，孙子结婚。孙子结婚。嗯，你孙子叫什么名字？嗯，威廉。哎，嚯，啊，威廉结婚。您是谁啊？嗯，英国女王。哎呀哈，英国女王怎么这味儿啊？就形容嘛。哦，想象嘛。是是，去吧去吧。啊，装车上哗给我拉到英国。是英国吗？啊，英国。嗯，是英国啊，因为六里桥上的长途车嘛。哎，对，我一猜就奔河北去了。咵，到了，
大横幅，英国人民欢迎您。哎，对，横幅还倒口呢。嗯，下来到人那儿，嚯，英国王室，流水席。英国王室吃流水席啊，待客不收礼，呵，大摆桌啊，女王带着孩子们，照顾不周，吃后喝后啊，嘿，好嘛，真客气，多么快乐。嗯，吃饱了没事儿，英国街上溜溜，哦，逛一逛景，走着走，夸地上一大皮包，这是打开拉锁，里边都是钱，捡钱了，呵，还有纸条，嗯，俩字儿写的，我的，谁的呀？就我的，举着这条。嗯，找人，英国警察过来了。嗯，先生您好，好，全这味儿。这箱子是谁的？嗯，我的。嗯，先生拿好了。哎，这我的，你的了。可着英国花钱吧？啊，就这么造了。哎，买东西，购物。英国超市，呵，一进门都是我的。啊，这也是你的？不，就不是，盐都是我的。啊。上英国买盐去了，都不许动，都是我的啊！哦，老板也高兴啊，嗯，给这先生大包啊！哦，你是中国人吧？啊、哎，对，肯定是中国人呢。对着好买，哎，进他那个高档的商店，嗯，买酒，买什么酒？买茅台，上英国买茅台去？他那都是真的，英国倒都是真的，而且比国内便宜。哦，都销那儿去了。哎呀，花钱，各地花钱，各国花钱。哦，回国在香港站一脚，香港站一脚干嘛？哎，香港看电影去。最近啊，有一电影上映，说这个就是和尚老道的故事。您捡主要的说行吗？我不看，我没看，反正说是一个什么蒲团的是什么？你想，和尚老道打作用？哎，对，谁说的？什么是铁蒲团？是什么铁蒲团？什么呢？肉蒲团，哦，你们看了呀？是怎么着？是一个什么片子来着？还是啊，三 D 的，三 D， 嗯，就是反映张飞的一个故事。谁说的？三 D 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嘛。哎，三 D 说的是技术，技术，或、嗯、你有技术你？您想干嘛呀？我就形容吧。嗯，我去看看电影去，多开心呢、啊。嗯，看完了站起要走，嗯，人家这个香港电影院。嗯，先生慢走。嗯，香港也这味儿的，殖民地原来、传下来的。嗯，给您道戏啊。哦，我什么事儿？听、嗯，你是俺们这儿的第一万个顾客啊。哦，你中了奖了啊。哦，俺们有一个印度的美女啊。嗯，陪着你一块儿吃饭。嘿，好事都是咱的。你瞧，做梦啊！印度美女。嗯。穿着就那个样的衣服吧，哪个样的？咱不懂，蒙着纱，这、哦、点一红点出来了啊！先生你好，怎么全这味儿？印度也这味儿？待年头太多了啊！哦，跟我对面而坐，嗯，点上蜡烛，上菜，嗯，甭管是什么，颠仨炒俩，嗯，对脸而坐啊，多开心！那是啊，这么近距离看印度女孩多好！这点一红点是打小咱们净看那个电影了啊！你说这是贴的，这是画的，嗯，红点我说我摸一下你那红点行吗？嗯，啊，姑娘挺高兴，来吧，嗯，你瞧，这姑娘是高兴了。哎，你黑掉了，啊，这儿露出仨字儿，现在是一等奖。哎，这字儿写的也小点了，又给辆法拉利。嘿，您就想吧。哎呀，人的愿望是多么的幸福哈、啊，真好。当然了，这。只是那么一想啊、哦，现实跟理想还是有差距，不一样。现在我们这个岁数就老了，就完了。当时年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有好些个蓝图需要去憧憬。哦啊，当年那会儿也年轻啊。嗯，于老师的爱情很坎坷，我也是如此。您也不顺吗？我当初好些年前，我特别喜欢一个女孩。哦啊，喜欢女孩，但是不敢跟人说，说我喜欢你，交朋友不敢说，害臊。那会儿年轻。就找一个有经验的人问一问。问的是谁呀？我们这有一个那个广场熟女啊。你先等会儿。哎，广场熟女是怎么？熟女你不懂？熟女我知道，广场熟女就是看自行车那老太太。哎，这嗨，哎呀啊，
看自行车的老太太叫广场广场熟女，冷饮熟女是卖冰棍的老太太。哎，对，您跟这熟女还都挺熟啊。好吧，好吧。我说您给我出主意吧。老太太说可以，可以啊。关于搞恋爱呢，我是有一些个经验啊。老太太刚打英国留学回来。别搅和，全这味儿的。老太太人一说，当当当当，哎呀，长知识，出的什么主意啊？能人呢、啊，都在民间呢。哦，人一说这搞对象太简单了。怎么说呢？不敢说我爱你是吧？啊，找个节骨眼儿。什么节骨眼？比如这女孩正看书呢，嗯，把书接过来，拿铅笔在上面找，嗯，哪个书都能挑出来。对、啊，我爱你，找仨字儿。哦，拿铅笔标出来，递给他一看，他就明白了，多有档次。是。那女孩一看就明白，人要同意就同意，不同意拉倒了。对了，你也不丢人。嗯，这主意不赖，是是吧？老太太说：“你去买一个小鱼缸去，嗯，来两条金鱼，干嘛用？送给他。哦，跟他说，鱼在水里，你在我的心里。你瞧这话说的，哎，这，哎呀，一说这女孩当时就了，哦，这至于这样吗？哎呀，心脏病犯了吗？这不是啊？买点烟花去，干嘛呀？”过年过节放了烟花啊，堆在他们家楼底下。哦，夜里九点半打电话上阳台看去。一上阳台，这呲儿，漂亮啊！花一起来，送给你的。嘿，女孩跟阳台，哦，这女的也没见过什么，就形容一下，给她买个小镜子，这干嘛用啊？看看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什么样的。哦，女孩，啊，就这样啊。嗯。那时不怎么样啊，再熟点，开车带他出去玩去，开车出去玩去，在副驾驶那座那儿遮阳板里边、嗯、弄点玫瑰花的花瓣都藏着。哦，开车出去，嘿，你告诉他太阳太热了，把那板撩下来吧。嗯，一撩下，哗，这是花瓣下来了，多美、啊、多浪漫。和女孩，哦、哎、对，这都没听说过啊，这太好了。哦，带他出去野餐去，吃饭，地上铺块餐布，准备各种吃的。嗯，聊聊闲天，说说未来，拿小叉子插块食物喂他，嘿，啊，默默含情，两个人这关系就进一步。那是，是不是？再进一步，俩人比如找一什么酒店，俩人聊聊天什么的哈、啊，就是开房去了呗。聊天光聊天先聊天。哎，这行了，您就说怎么聊天吧，聊随便聊，聊着聊着，抄起枕头来，俩人打着玩。拿枕头打着玩，哎，枕头一破了，白色的羽毛飘出来，满天都是，哎，多浪漫啊！是女孩，哎呀，哦，我一猜就呛着了，是怎么啊？买点那个亮个小星星啊，粘在床上面、天花板上面，这干嘛？粘上一个，比如我爱你，哦啊，日语叫 I love you， 日语什么？英语叫这个？英语叫那喜欢你，哎呀，哎啊，哎。这主意太好了。嗯，我说谢谢广场熟女。哎，您别跟她客气了。准备吧。怎么准备？准备，我就知道这女孩好看书。哦，我上图书馆找她去。找她去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嗯，来了图书馆，正是午休的时候。哦，人也不多。是，这女孩坐在那儿，嗯，穿着一个浅色的一个连衣裙，哦，头发梳了一个马尾辫。嘿，啊，坐在这儿很安静。是，离着远处看着太阳照他身上、嗯、我都觉得这么温暖，真好啊。慢慢的走到跟前，周围人也不多。嗯，咳嗽一声啊，提醒他一下。女孩抬头看看我，嗯，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。哦，老书了，一本线装的金瓶梅。哎，这本书跟这画面都不挨着，知道吗？他正研究呢啊，线装崇祯年间刻本。哎呦，这算文物，老书皮上写着新刻，嗯啊，这叫什么来着？《金瓶梅绣像全传》，光看画啊，有字儿，有字儿哦啊，真巧、嗯呵呵，天天来，终于碰见你了，嗯，接过来，怎么样？掏出笔来，画，怎么了？你都看得懂啊？啊，不认识？哎，那也得挑啊。都是繁体字儿。嗯，嗯，我会找到的，会找到、哦、啊，找啊，坏了，怎么了？我应该用铅笔。您用的是钢笔。钢笔怎么了？而且一使劲还漏水。哎呦，整个这书哇，印了，全都印了。哎呦，
一回手抹了一脸蓝墨水，好，全弄脸上了，我都傻了。嗯，女孩也愣了，小女孩她能说什么呀？嗯，脸都憋红了。哎，半天呐。嗯，孙子，哎，好嘛，赔吧。哎，您就碰上那广场熟女了，可能是。什么话？废有话，小女孩一张口说孙子呀，她说就损吧，是这个意思啊？对啊，赔输吧。嗯。当然管理员呢，你看我给弄成这样，管理员一看，啊，哦，管理员这样了，还得有一个这样的。哎，对，哎呀，这事闹，赔完了钱回家，我一宿没睡觉啊，那难受了，没成功，心里边郁闷别扭，这叫什么事儿的？嗯，翻过来掉过去，天亮了，嗯，我就把这事儿赶快处理一下。对，买一个小鱼缸，哦，装两条金鱼，第二条送给他，嗯，鱼在水里，你在我的心里。到他公司门口那儿跟人说一声我找谁，哎，人去叫去了，我站这等着一宿没睡觉，真难受哟，翻腾。嗯，你要干嘛呀？哎呦嚯，得亏有这缸，就干这用了，地上一点儿都没有。哎，对，不至于打扫卫生，都在缸里边。嗯，来了，过来，没见过那个。嗯，送你的小礼物，还有脸给人家呢？豆腐脑啊！啊，吃的还真干。嗯，鱼怎么这样？嗯，日本那辐射鱼。哎呀！全想起来了，辐射之后鱼难受就吐了啊！鱼哪能吃这么些个？拿着吧。嗯，女孩接过来。哎，哦，还两句话说。鱼在饭里，嗯，你在我心里。哦，我心里的在缸里。哎，好，连心都吐出去了。嗯，哎呀，又没成功啊！回来之后心里这别扭，这算哪一道啊？是啊，我去买烟花去吧。还有计啊？去买烟花，人家说哗一放呲花，女孩特开心。对，这个不年不节的，北京城哪有啊？外地买去，河北省。哦，买烟花，把卖花的乐坏了。嗯，这日子可又买这个，连买带送，给我弄了一车。好嘛，拉回来晚上奔他们家去了，进小区，找着那阳台底下都摆好了，啊。心里高兴，今天俩事儿，一个是烟花，一个是送小镜子。哦，两件事。打电话，嘿，出来吧，这会儿九点半了，夜里。哦，上阳台有一个小礼物。好，出来站阳台上。这要现行啊，眼神不济，趴着往下看。我这儿词儿点火，嗯，哇，起来了。这个卖花的也太疼我了。怎么了？不光给花，还送了我一大麻雷子。大个儿，那么憨，哇，那么长，嗯，而且我是奔着阳台方向摆的，对着阳台呀，咚，开炮，一炮就周堂去了，哎，给那女孩啊，阳台上就没人了，好嘛，噔噔噔上楼啊，把门踢开了，一把把她搂在怀里，脸都黑了，哎，是啊，嚯，掏出小镜子来啊，你看看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，哎，对。招你惹你了？这是，我突然间想起法海来了。这还拿着照妖镜呢？这是，他挺开心的，打电话要报警，被我拦下来了。哎，对，送他上医院。嗯，一趟一趟的照顾，到不停的道歉。你是得这样。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太粗心了啊。嗯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脸上好多了。那是，黑皮也退下去了。哎，对，小脸蛋粉不嘟的，嗯，看着跟 Hello Kitty 似的。哎，这个没听说过。哎呀，有一天我们俩聊天，我说我其实不是坏人，哦，就是心粗了一点。我特别喜欢你，你要让我干嘛我就愿意，刀山火海在所不惜。你看，你让我死，我从楼上就跳下去，哎，啊！我说完这话，看他默默含羞，可能是这炮打的耳朵不太好，是听见是没听见呢？你让我怎么样，我都可以做到。哦，你呢？嗯，啊，
没听见。不是，你能像我这样吗？嗯，啊，不，你再说，你能为我而死吗？什么？你能为我而死吗？嗯，合适吗？那有什么不合适？为我而死，姑娘不好意思。嗯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真答应，拿出一耳挖勺来。嗯，你要干嘛？不是为你而死吗？我没听说过，这什么耳朵啊？这是，我的个天爷呀！会恢复好的，哎，对，哎，很大的信心啊。缓了些日子，嗯，我们两个人终于越来越好啊，真好上了。后来有一天，我说我想开车带你出去玩去，我们进一步出去个三两天，嗯。嗯，你愿意吗？嗯，他挺开心哦，成功了，真去啊！你要说出去十分钟，这不算事，那是那是买报纸去啊！嗨，愿意跟你出去三两天，你那可以，你懂的，我不懂。哎呦，三两天这得你们这是肿么了？出去玩去呗，准备把那破车擦擦，准备花搁在遮阳板上面，嘿，上车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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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蹦子呀！不是我那车一般一般啊，开出去迎着阳光，我说那个阳光刺眼，是把那遮阳板拉下来嘛？哎，还真听话哦，咵啪，怎么了？我就带着花盆来，这好嘛？弄花瓣带花盆干嘛呀？我怕花瓣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！我整个的捆在上头，我忘了告诉他了，还浇了点水，哗，歇脸上了哈。嗯，会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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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嗯，他走来说啊，没事，这都习惯了，啊，习惯了。哎，我说对不起，其实我是想送你个小礼物。嗯，买了个戒指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哦，他要敢接过来啊，就说明这事儿十有八九了。是啊，姑娘接过来就戴上了，喜欢吗？嗯，我特意上首钢给你买的。哎，钢的不是什么。我也不懂，反正挺好看的。嗯，带着吧，往前走不多远的地方，一个山清水秀，我们下来野炊吧。哦，吃饭，地上铺上塑料布，嗯，摆上各种吃的。哦，啊，什么都有，嗯，什么都有，各种苏丹红的鸭蛋，嗯，瘦肉精的猪肉，嚯，硫磺熏的土豆，哎，啊，墨汁染的木耳，嘿，东北的豆芽，上海的馒头，啊，这点精英都在您这儿呢，嗯，全都有。给他倒了一杯色素勾兑的红酒，哦，我来了一杯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。哎，你们俩还打算回来不打算？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我要作诗啊！啊，还有诗啊！人生自古谁无死？哎，留取丹心照汗青啊！这玩命去了，干一个，高兴，嗯，拿叉子扎了一块吃的。哦，我能喂你一口吗？又是招，这都是试探。对，姑娘挺开心，嗯，但是很害羞啊。那闭着眼，张着嘴，嗯，我也很害羞，是，我也闭着眼，嗯，哇，俩人都闭眼，使那么大劲干嘛呀？我再睁眼，他脸上扎一叉子，哎嚯，啊，哎，看看我，你到底有多恨我？哎呀，哎，差点没给弄死。嗯，我说没事，不要紧的，嗯，会好。来，你低头来。走，哎呀，这是体检的，哎呦，行，你这是肿么了？还行，他那脸包，他脸挺厚的，也没流血啊。嚯，这多厚的皮呀，啊，这是？打没打？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我说那什么，天也不早了，嗯，你找一酒店聊会儿天吧。好，又去旁边不远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嗯，进酒店很温馨。哎，你来个枕头，给你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来打吧，打吧。广场熟女说要用枕头打一架，哎，那好玩，嗯，满天的白羽毛啊，哎，飞起来，哎呀，空气都在面前漂浮，嗯，多么的浪漫，来打，夸夸夸夸夸，嗯，荞麦皮的，哇，黑的呀，我都看不见，哎呀，还没洗干净，嗯，好家伙哈。哎，姑娘捂着嘴，我出去喘口气儿啊！哎呀，都快呛出去了。利用这会儿功夫啊，我粘灯。你贫不贫呢？你，我
我小的我都得用上。哎，对，买了好多灯，有大有小。嗯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，心形，哎，很漂亮。心粘正当中，哦，踩在床上，粘天花板上，嘿，粘一心。嗯，心边上写着 "I love you"。好，小碎灯粘的。嗯，买的多了怎么办呢？最后粘出一个月亮来，月牙儿。哎，进来吧。嗯，躺炕上，躺好了，快躺好了。尘埃落定，躺着。看看，嗯，你看这个，I love you， 嗯，为什么还有个问号？哪有问号啊？瞧真着点儿，瞧真着点儿、啊，那是月亮。哎，仔细看看那心、嗯，哎，看那心，看得见吗？啊，看不清楚。哦，正说着，这心下来了，哦，整些脸上看清楚了，这回看清楚了吧？哎，看清楚了啊，嗯。回来吧，嗯啊，人家要报警，我拦着他啊，报两回警了。回来之后，两天没敢见面，心里不是滋味。第三天你猜怎么着？嗯，我接了他一个短信啊，他跟你联系。其实这些天我反复思考过，你是一个好人，哦、你懂得替别人着想。虽然说心粗了一点，但是你挺疼人的、嗯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以前的事情完全接过去，我们重新来好吗？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。姑娘太好了。这样有意思吗？对，这就好了。人家女孩这样，你不懂事呢啊！哦，人家问好吗？我能说什么？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发一短信，好的。嗯，坏，手一哆嗦写错了，写的是好，写成了个骂，骂的呀！哎，骂上了。我这是肿了呢。哎，姐，嗯，哎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赶紧道歉去吧，我去找他、嗯、实实在在的把话都说，掏心窝的话全说了，这就他也挺开心。嗯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岁月，哎，真好了、啊、一切都挺好、嗯、但是很遗憾，怎么天下的事往往很难够走到最后，怎么回事？后来不得不分开。怎么分开？因为他怀孕了。怀孕了啊，怀孕了，只得分开。怀孕了就分开？哎呦，没办法，他男朋友急了，嗯，说是高峰的岁月的。哎，这别花钱了，各位，真的，这个挺贵的啊！我这些年救活了好几个卖花的都。谢谢啊，到这点了还有这么些人不走、嗯、你们是真没有家吗？哎，对呀、啊、你们这不是看演出，你们这是来看杀人来的啊、嗯、那天要是有时间咱们大家一起坐一坐聚一聚，我爱跟你们聊天，我是拿各位当朋友，咱们不是外人啊。嗯，那个于老师尤其更善于跟大伙打交道啊、嗯、这个人好交朋友，交朋友喜欢啊，吃喝玩乐他一门灵，真一门灵。是不是我捧人家这辈子确实是没白活。怎么又没白活、啊、今天在座的各位今儿都是冲您来的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听相声。他自个儿养花养鸟养鱼养那个小马，嗯，小矮马，有人在电视看过，国内最大最好的一个种群就是于老师那儿。哎啊，真的小马下啊，每一匹马从喂料打理配种都是于老师的心血。是前边管后边就不管了。嗯，你就客气，这个就客气，谁跟你客气了、啊、反正挺好的啊。嗯，好，还种个花种个菜，是种个葫芦。哎，葫芦有好的皮儿也正的样也好，哎，养蝈蝈用。对，还有的葫芦大了没用，夸切开了当瓢使、嗯、对，还找了人在上面有烫花的，嗯，刻花的，是大瓢特别漂亮。嗯，北京第一瓢客。什么词儿啊？这是做那个瓢做的是真好，做那瓢啊，你做的好，没事还找些人上家喝酒去啊，喜欢这口，他好这个，我不行。嗯，我出去吃饭跟受罪似的，不愿意。酒席宴前不善于说话，不善言谈，实话实说。前些日子出去还吃了回饭，哦，闹得很不愉快。是吗？因为那桌人也太杂，谁都也是朋友聚会。嗯，这里边有一个开发商卖房的，哦，有一曲艺团团长，啊。有一个作家，啊，还有一个原来是小偷，后来改邪归正了的，啊，嚯、哦！我们这几个人坐了一桌，你琢磨哪儿好了吗？那怎么好不了啊？太尴尬，都不挨着呀，说不上话，不挨着。嗯，最后有一位说：“咱别这么干喝酒了，咱们来个酒令吧。嗯”
啊，他们也来酒令，来酒令吧。嗯，有条件啊。嗯，得说什么尖尖，什么圆圆，什么千千万，什么万万千。哦，最后还得说有没有？没有。哦，这是一个完整的酒令。嗯，我说我没听说过。哦，那小偷说了，列位啊，我原来当过小偷。哦，我先说啊，这太可乐了，真诚实。听着，说这个万能钥匙尖尖，哦，保险柜那锁圆圆，嗯，我偷过的经理千千万，嗯，我偷的领导万万千，嗯，有一个报案的没有？嗯，没有。嗯，我说我会了，那就会了，这就行了。旁边又来一位，嗯，第二个谁说那个承包商，哦，开发商盖楼的，我来一个。那行，他来啊，金条尖尖，嗯，金表圆圆，哦，我承包的工程千千万，嗯，伪劣工程万万千，嚯，有一个追究我责任的吗？嗯，没有。哦，旁边一个曲艺团团长说了，哦，干这个的，筷子尖尖，嗯，盘子圆圆，哦，我吃过的饭店千千万，嗯，我去过的酒楼万万千，嗯，有一次我结账的吗？嗯，没有。哦。啊，白吃白喝。旁边有一个写东西的，嗯，我来。他说笔杆尖尖，笔头圆圆，嗯，我写过的东西千千万，嗯，发表的文章万万千。嚯，有一句实话吗？没有，没实话。我说该我了，我来啊。就你了。扇子尖尖，是汗珠圆圆。哦，说相声的千千万，嗯，艺术家万万千。呵，有一个会说相声的吗？没有。一说一乐，哎呦，还有花呢，可了不过。你们都哪儿买的？告诉我，我退去。要不就可惜了啊！坐的这么晚了，大伙儿还没动。哎，那边俩哪儿去？嗯，逮他俩！那姑娘跑出去，这太好玩了。看啊，看一会儿还谁跑啊？啊，您我一指你就窜出去啊！我干嘛呀？你给他叼回来啊！你得拿着飞盘，有没有？也没有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听相声就是一说一乐的事儿，嗯，也别太较真啊，哈哈一乐。这个故事是假的，可能好些个背后的东西是真的，对，是不是？相声这门艺术呢？哎，别太较真儿。我们这好汉子不爱干，赖汉子还干不了。是，但我们也跟老百姓一样，这个正常人，嗯，并不比谁高多少。别看这比您高出这几尺来，嗯，这是为了让您瞧见我，并不代表着我们比您高。没有，啊，我们也一样，上我老，下我小啊。然后，哎呦，我这紧着说这俩孩子还出去啊？嗯，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孩子啊，没事。然后啊，嗯，好，啊，没事，孩子。上洗手间了啊，嗯！你怎么知道的呀？祝你们圆满成功！哎，废话，谁去那儿不得圆满成功？完事还回来啊？嗯，哦，哎呀，这是一男一女。你眼神还真好。这大庭广众俩人，你们这干嘛去？哦，上后台来，那行吧。嗯，找咱们的哈。啊啊，找咱们应该没什么坏事。嗯，嗯，挺好。这个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得病的。嗯，就是人这一生吃喝拉撒睡，你说他粗俗吧，但是谁也离不开。嗯，上厕所谁不上？嗯，得个病，头疼脑热谁不得？哪得病？对吧？该看病也得看病。我错怪你们俩了。嚯，你们俩回来够快的。看来花店就在门口。嗯，你们是上后边我那花店买的吗？这天底下钱都让我一人挣了。嗯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你看搅和乱了吧，山外青山还从这儿说，我这能说到我八十岁生日去。好啊，快，嗯，全照顾着 你怎么办？人花钱了哈。嗯，快点行，可以走，快走快走。哎，快啪。哎，这都不是外人啊。您有点正经的没有？都大半夜了，你要多正经的你要？大半夜的就不正经。谁家说相声说的快天亮了，这都。你看说到哪儿？咱忘了。说的看病。山外青山啊，哦嗯，要没这些姑娘们，我说不错。对，山外青山，楼外青楼啊。哎，真从这儿说呀。谢谢这些个姑娘，帮我想起了青楼。
刚才说的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、啊、这很正常。前些日于老师还得病了、嗯、于老师看病去，嗨，大夫给开一条，不是体检，不是什么肠镜胃镜，别提这个了，那是假的。对，那为什么能想到这一点，是因为他真是去做检查了。嗯，大夫说验尿，尿啊，验尿，这很正常啊，这也不脏，谁都得病是吧。嗯，但是于老师纳闷了，验尿这尿字写的也太草率了。怎么呢？于谦看吧，您验屁。我也太不识字了吧，我也这个玩意儿这没听说过呀，这谁都没听说过呀，这是难道说检查上呼吸道？没听说过，还上呼吸道？就搁谁知道，瞎琢磨。于老也琢磨，但是问题这怎么验呢？方法不懂，他没不得法。是啊，不掌握技巧，回家了、嗯、跟媳妇儿说、嗯：“你看这怎么办？”嗯、媳妇儿真聪明。嗯，你这等我，那个炒黄豆。炒黄豆，锅里别搁油，干锅来二斤黄豆，咔咔咔咔，嗯，炒完又干又酥，吃。嗯，于老坐着，嘎吱吱，嘎吱吱，嘎吱，啊，真听话。二斤黄豆全吃了，好嘛，吃完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？嗯，还有下一步呢？喝凉水。我媳妇真有主意啊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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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喝了这么一大瓶子凉水，啊、哎呦，然后呢，坐那儿等着。等什么呀？于老坐着，坐着。哎，媳妇儿出一会儿再回来。嗯，你怎么胖了？怎么回事？胖了？这样了啊？已、啊、经差不多了。哦，等来了。差不多等来了。你什么？这等来了？但问题怎么给大夫送去？对呀、啊，没有什么容器。两口想半天，哎，来气球。我媳妇早晚得跟我离婚，我们这是他想的，这是你想的。我想我告诉他的。哎，没你什么事啊。来气球，气球这没法弄啊。气球绑在竹竿上，这么大一竹竿，竹竿里边通子绑好了，他媳妇攥着这个。来了、啊，哎，再绑上一镜子，就体检了啊！没有，没有，媳妇下不去手，举着这竹竿啊，这头那气球，媳妇，哎，完了，都进去了，都这玩去哪儿啊？都扔进去了，弄出来，准备好，来，可以了，于老师这使劲吧，等，气球。哇，哎呦，攒一块儿放啊，合适。这屋里都看不见人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哎，飞叉走直。媳妇儿，孙长老收了神通吧，闹妖精了是怎么着？大圣，你在哪儿啊？什么都瞧不见了。上医院找大夫，大夫这技术性的问题实在难以克服。对了，大夫接过条，嗨，写错了。不是不是，这对不起 啊，就是验一下那个大便小便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您赶紧吧，您赶紧吧啊、嗯、给小瓶儿，他拿着，这行啊，可以。嗯，媳妇问去吧。嗯，他说那个先验大的，先验小的。这也问大夫说这无所谓啊，你哪个方便？大的我方便。哎，吃了二斤豆子了。那你去吧，给小瓶儿，这么大小盒。对，他自己看看，不够装的，这哪装得下二斤黄豆啊？还有别的呢？哎，对，还有一瓶子水呢。啊，一低头，大夫脚底有一纸篓。嗯，这个，哎，你是不是说这特美呀、啊？我这场不要钱了。哎，对，那份给我。于老师端着这个，嗯，奔洗手间，嗯，听哪屋，砰，砰，砰，还是这虚的是吗？于、啊、老一会儿于老端着出来了，嗯，
我都熏晕了。满腾腾啊，好家伙，您脏不脏啊？这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列位，咱们就一听一乐，谁也别咂摸滋味，谁咂摸这滋味？因为也不知哪个节目符合您各位的口味，这符合不了口味了。于老师端这出来，看着还挺沉。可这医院没有不参观的，多新鲜呢！看热闹了也。哎呦，吵什么吵？这有什么新鲜的，对吧？这边有的是人拿这个，对吗？对，谁走街上不举这个，是不是？谁举这个呀？一回头，哎，那小护士不还举一个了吗？对吗？他也有。哎，怎么不一样？我这黑的，你那怎么白的？啊，废话，我这是冰激凌。哎，这。哼，快一点了，你们还听吗？这谁好意思走啊？这个啊，好吧，大伙儿还听。后来啊，这个还听什么呀？接着我这说呀，他们可爱听这个，真的啊。但实话实说，我要说连着仨钟头啊，句句都是文言文，我也能说。你们各位就不爱听了啊，一说一乐。我是拿您各位当朋友，当自个儿亲戚。比如这个话，我们街坊哥几个，我们家来谁了，来几个朋友亲戚坐在一块儿，我也能说。咱们大伙儿一听一乐。您别只是说听我一段相声就解决组织问题，这也是做不到。啊，朋友之间您出去就别跟别人说了，是不是？你像于老师刚才这个事儿，那压根儿就是假的，传出去也不好听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些节目呢，可能我们同行人不熟悉，不说，大家不爱说这个哈。嗯，有时候这个节目呢，它当然咱承认啊，嗯，它是稍微俗了一点，但是我认为这是通俗，它不是粗俗。啊，那个老百姓，你说闲暇时候也没有唱高山流水的，地里拔麦子，你说哪位干半截活一抬起来身唱个我的太阳，是不是晒秃了皮了？那可能是真热，真热啊，这是来自民间的东西，谁也不能阻挠百姓们追求这种真善美的东西。对啊，而且来说，当然同行们可能对我们有些个意见。这个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每个人的艺术选择是不一样的，允许啊，人家愿意说一些个比较高雅的节目，人家做的也很对。就每个人的艺术修养不一样，对，所以说可能因为这点差异吧，我跟同行之间也很少来往。哦，啊，不，也别说，前些日子有来往，是吗？前日我们上海南去玩去，倒是碰见我们的同行们，相声艺术家们，哦，啊，人家上飞机人也没理我，啊，飞机上就碰上了。三位相声艺术家看见我，人没理我，一瞧见我。哦，还较劲呢，咱都觉得臊得慌，艺术造诣不如人家。嗯，悄悄的吧，我就溜到飞机的前边那旮旯那儿，就找一地儿一坐。前边哪有旮旯啊？前面就两排座，就是能坐十个八个的吧，就能那个。那叫头等舱。你别说，他们不懂那个 啊，就找一小旮旯吧，是吧？小旮旯，人也少，又没人待见。哦，我们这艺术家们都坐在后边，跟群众们打成一片啊。嘿，仨艺术家坐一块儿。拉过这个安全带来，哎呀，短呢，从上边勒呀。嗯，飞机安全带是这么扣的。他可能头回，他以为跟打车那是一样的。咔，坐上啊，我在前面，我也不敢说话，艺术造诣不如人家啊。一会儿人看见了，哦，那是郭德纲吗？认出来了。他凭什么上前面去？对呀，那叫什么呀？有人说那头等舱不行，啊，解开了，来艺术家啊，空姐，空姐，这就郭德纲怎么坐这儿了？嗯，空姐说人家花钱了。嗯，啊，我还解释，对不起，我说我是自己花的钱，嗯，我坐这儿，你们那是公家花的钱，坐后头啊，不行，凭什么？我今天去海南，我们是考察研究啊，嗯，到海南考察老北京曲艺，知道吗？那能有吗？那个，我们必须，我要坐头等舱。哦，空姐说您那票就是后头的，嗯，不行，我就要坐头等舱，我要到海南去。嗯，我赶紧劝，我说老师别闹，嗯，头等舱不到海南。哦。哦啊，这就过去了，哈哈，谢谢谢谢啊！来看演出就支持捧我们，这就无以为报了。是，你看这楼上楼下这七八层楼都坐满了啊，哪儿有那么多呀？就三层啊，三层楼啊，嗯，很开心啊，谢谢各位吧。是，跟于老师一块合作，我特别高兴。
啊，尤其今年的演出有一个题目。哦，什么题目啊？就是郭德纲从艺30周年。哦，啊，我很感慨，是感慨。谢谢谢谢。30年了，这个从艺啊，是指的我16岁开始干专业。哦，以此为生那天开始算。哦，哎，如果从学艺开始算呢，嗯，到今年是39年。嚯，哦，那明年就办40年了。不能那么说，显得岁数太大了。嗨。嗯，不行，就从艺挺好。啊，打16岁开始卖艺那天算，哦，这是30年。嗯，您也是卖了不少年吧？要是卖艺的话，也30多年了啊。嗯，很感慨，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？是啊，好几十年跟这行。嗯，我这30年主要做了2件工作。哪2件事儿啊？第一，上，让观众快乐。啊，这是应该的。嗯，第二是让同行们团结。哎，啊，很感慨，是吗？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哦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。嗯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嗯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哦，80老翁门前站，3岁顽童染黄泉。嗯，不是苍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报应循环。你瞧，这又是一通感慨。不是封建迷信。哦，我们讲的是因果二字。啊，有因有果，凡事有因就有果。嗯，是的，咱们好好说相声，观众快乐，咱们如何如何。嗯，能把兴趣爱好工作合二为一。哦，这就是祖师爷对咱们的恩典。啊，这就挺好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人一上岁数了，跟年轻的时候就是不一样。那当然啊，我30岁之前真是什么都不信。不信，真是什么都不信。30岁之后，看明白很多事情。有什么看明白了？不是你看不见的事情不存在。哦，过去老抬杠，我没有亲眼看见，我就不承认，这是不对的。不对吗？你 WiFi， 你谁看见了？没人看见。你能说它没有吗？嗯，声音你能看得见吗？这是听的，对吧？嗯，你往上倒7辈的祖宗，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你不能说没有吧？嗯，啊，我没见过他，没见过他就没有，这不讲理了。嗯，人其实很多时候冥冥之中很多事情说不清楚。哦，我们老说命运二字。嗯，命是命，运是运，这还不一样。2碗饭在这摆着。哦，厨房啊，嗯，盛出2碗米饭来放在这儿。嗯，这碗饭被人端走吃了。哦，吃完消化完了，排在厕所。嚯，这就是他的命。哦，这碗饭的命。哎，那碗饭摆在那儿没人动，哟，这就是他的运气。哦，没人吃，这就是他的运。哦，但摆了些日子，长毛了，招苍蝇了，还得扔到厕所，还是你的命。那就命都一样。你看，嗯，好多事情就很难说。咱俩人就好比是那两碗饭，对吧？咱俩怎么比那两碗饭啊？你看，您就好比是那碗被人吃了的饭，啊，然后排在厕所了，就。那换个比方呢，您是另一碗饭，嗯，长毛了扔的。全是我呀，这个不是咱俩比吗？就是说相声老得琢磨啊，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，是吗？当然除了工作之外，一天到晚我们也挺忙。都忙什么呀？你看我最近我就挺忙，最近净忙着随份子。随份？您给谁随份？随份子是北方一句方言啊，我不知道上海怎么说啊。啊，就是婚丧嫁娶了，你给人随个喜，随份礼金啊，对，这叫随份子。上海话叫什么？叫算卦。算卦个，这上海方言。哎呀，没有叫算卦的。上海我刚过来啊。这随份子也是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。随喜吗？最近倒是净随份子了。给谁随呀？你今儿还随了，今儿听说林志玲结婚了啊。你先别哭，你是哪儿啊？你就哭。这突然间想起来了啊，这最起码得随500，真的。嗯，是500块啊，500块钱，然后带8个说相声的去吃死他。哎呵，好家伙，还得打包。嗯，
哦，这五百，五百，嗯，哦，之前前些日子给法国随份子，法国怎么了？巴黎那个娘娘庙着火了。这嗨，娘娘庙干嘛？法国巴黎娘娘庙着火，哎呀，我心很痛啊！啊，以后法国人再拴娃娃怎么办？嗨，没有人上那儿拴娃娃去啊！啊，随了一个八百，哟，这比志玲姐姐多呀！那当然了啊！啊，咱跟老娘娘怪不错的。哎，后来这个泰国，泰国，泰国那国王啊，登基，咱们又随了点啊。这也给钱啊？哎呦，他才67了，哎。啊，不是说60退休吗？人家泰国没有60退休这么一说。他等于返聘的皇上，你没听说？哦，不用跟咱们这儿比。我看新闻了，花了10亿泰铢登基啊，10亿泰铢，是你算算，嗯，林志玲我就500，500等于换成泰铢的话，你算得多少钱？我算这干嘛呀？啊啊！后来这个日本天皇登基，嗯，我又随去了。啊，日本老天皇退休，老天皇60了，退休了啊？怎么那还是60退休啊？小天皇上位，哦，哎，随了1500，这给的多呀？那必须，咱跟你想，咱没少看人电影是吧？哎呀，您这是差老天皇一张票钱。啊，我就爱跟谦儿哥在一块儿探讨人生。谁？这是人生吗？这我这个师哥特别的可爱啊！我认识他快半辈子了啊，差不多那会儿咱看人家，哎呀天哪，这于谦呐，啊，了不得了。嗯，因为那会儿小时候我们都没钱，他有钱，怎么又提钱了？愿跟他玩。嗯，我那会儿小的时候，你想我那个西装是塑料的。谁拿塑料做西装？我那个裤子地板革的，也是塑料的。帽子是牛皮纸的。好家伙，人家谦儿哥，人家内裤都是貂皮的。多热呀！我这个撒泡尿40多度。嗯，好家伙！哎呀，天天跟我们一块玩，吃饭都是人家花钱。花钱应该。人家上家去，他爸爸也疼着我们啊，多吃多吃，他爸爸这份儿。这疼孩子，当然很多时候在舞台上一提，于谦的父亲啦，于谦的太太了，好多人就笑。是啊，当然我要感谢于氏家族，怎么为中国相声提供这么多的素材？哎嗨，都是您编的那个。因为我们这个行业，它不像其他的行业，我们不能说别人。哦，啊，我们怎么说呀？说一个事情吧，你看那排那个观众，那个胖子，哦，他们家如何如何，这个不礼貌，没法说。啊，我们说别人也不合适，就。讲点我们自己的真事儿啊，还真事儿啊！你以为我在台上说谦儿哥的夫人啊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你就是那么开心，这个我是不是笑出声来了？哎，对，后槽牙都露出来了啊！我忍着点啊，忍着点啊！我打小我爱上他们家去，嗯，他父亲太棒，疼人。到上海可能您各位不太熟悉哦，你到北京去问于谦的父亲，嗯，于谦太棒了，真的啊。他爸爸于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啊！谁太棒了？于谦的父亲于谦先生，太棒了！我们爷儿俩叫一个名字呀！你说我就得跟你生气，知道吗？你跟我生什么气？撇着大嘴，我爸爸也叫于谦，我一猜你就往歪处想，就好像于谦的父亲也叫于谦似的。那不叫这个吗？不是一个谦啊，那也不行，那个啊，不是一个谦也不行啊。他是千万的。哪个都不成，那个没有叫于谦的了。于老爷子心地善良啊，信佛。哦，他爸爸信佛，这说英国吗？胸口这儿啊，老挂着一袋铁观音。哦，我爸爸信佛，这挂袋茶叶干嘛呀？信佛，哎，没听说过。可爱啊，谁要有个别扭事儿，他一定开导你啊。我们都管他爸爸叫知心姐姐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北京知心姐姐于大爷都也不知道男的女的了，这个都知道。一上家去啊，你谁看见他爸爸谁乐，乐什么？那么大一岁数，老抱一机器猫，他干嘛喜欢？童真呐！哦，哟，大爷又抱这机器猫了。嗯，啊，机器猫是小名啊。哦，人家有大名字，大名叫多多来多来 A 片。对，多来 A 片啊！多来点 A 片，没听说过。多拉 A 梦哦哦哦啊！你看我这个英语不行啊，不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多拉 A 梦，多拉 A 梦，可爱啊！我没有再见过这么一个可爱的老爷子。
是吗？会活着。到现在倒是没死，不是啊，就这个生活状态，怎么着？生活状态，每天退休之后给自己安排的特别满，哦，就会生活。哎，一睁眼先奔河边练书法去，河边练书，大广场练书法，那怎么练？那叫水笔啊，拎着个桶，桶里一杆笔，这么大个，头里海绵的头，哦，蘸着水在地上写字啊，他有这么练的？哎，他爸爸去了，哎，开始今天写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嚯，还是浪花淘尽英雄。这好，先从前两个字练啊，练这个滚滚滚滚滚滚，全写这俩字儿啊，写一上午啊。后来给弄到派出所去了。哎，这好，在广场上骂街不成？说他爸爸是文化流氓。嗨，不挨着。哎，写完字了，没事了。哎，找一帮孩子上家来。这干嘛呀？来，我给你们变魔术。哟。老头还喜欢这个变戏法，你瞧，小朋友们都坐着啊。哦，连街坊老太太也来，王奶奶、李奶奶都来了。呵，一帮老太太带着孩子。嗯，他爸爸上衣脱了，干嘛呀？脱一光膀子，变戏法，传统戏法，古彩戏法，裤子也脱了。哎，这是就穿一个内裤，这就差不多了啊。变啊，哎。啊，这是钢笔，哎，嘿，铅笔，哎，好，嗯，毛笔，哦，胡萝卜，你这行了，黄瓜，去，要不要看冬瓜的？行了，你这变不出点别的形状来的了吧？就咱不懂这个魔术，这很奇妙。你别变魔术，你这古彩戏法穿着大褂变，你都脱了变什么呀？穿着大褂都知道东西在大褂上挂着呢啊！老头这高了，让你们看，没有夹带，身上没有，那是得解剖看这得。说这么肮脏 啊，就是喜欢玩，这是玩啊！要不然跟于谦爷俩玩耍狮子，你瞧玩的都新鲜。我们爷俩玩耍狮子，北方过年的时候不就耍狮子吗？啊啊，有南狮北狮，南狮是广东佛山那边的啊，对对对，咱看电影《黄飞鸿》老有那个，是那个南狮啊，还有北狮，北方的狮子哦，弄张狮子皮，嗯，爷俩举这个套上，他爸爸爱来前面这个，哦，前面，哎，让谦儿在后边猫着腰来这尾巴，哦，耍狮子，爷俩玩，给小朋友们表演，这看配合，哎，嗯，这个没事了，完事儿，老头又奔河边了，河边干嘛？游泳。哦，还喜欢喝运动，冬天夏天都得去，无冬立夏。尤其他父亲冬泳很厉害。是啊，冬泳他也怕冷啊，怕冷就别游了呗。头下水之前有准备啊？怎么准备？棉袄、棉裤、军大衣什么的都穿好了，穿这下水啊？往河里走。哦，然后反正有人一定会有人救的，哎，就多新鲜呢，这不就淹死了这个？哎，冬天这是一种意志。哦，这么练。哎，当然夏天他爸爸可露脸了。怎么呢？夏天他爸爸游泳是为了展示这个纹身。老头有纹身，从脖子后边到脚后跟纹了一条带鱼。这玩意儿有纹他干嘛？他爸爸一下水活灵活现，这纹身每回一下水都让人家拿抄子给捞上来。我爸爸游泳这损失的这个抄子上，真棒啊，真棒。这个老头就是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，那是要对自己好。哦，哎，包括饮食上也是，早晨一睁眼，嗯，一睁眼先洗脸，洗脸，哎，收拾完了之后，嗯，开始喝猪奶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都没听说过啊，喝牛奶、喝羊奶、喝猪奶，喝牛奶他受过伤。我这都想象不到，喝牛奶怎么受过伤啊？喝着半截那牛坐下了，趴在牛肚子底下喝牛奶去啊？后来老头这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欺负了啊！喝猪奶，躺着就喝了啊？对，都躺着都能喝了。对对对对，啊，跟那小哥几个躺一块儿，没听说过，这有另哥几个的吗？哎，啊，喝，哎呀，喝，先喝点奶。哦，喝点奶之后这儿起来，哎，嗯，要喝点鸡汤，你瞧都是大补的东西。哦，特意自己上菜市场，嗯，买一只女鸡，
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、啊。那个叫母鸡。哦，这还有广东人、啊、母鸡啊？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哦、这个公母这么分的。哦，没有说女鸡的。没有啊，吊汤。嗯，完事儿吃一点点青菜。啊，青菜是好的，不能吃太足蹦啊，吃的太足蹦对身体不好。吃一点儿，哎，吃点青菜。都吃什么？这青就是院里边野菜挖一点来，洗干净了。哦，拿开水一烫，嗯，撒一点点盐。哦，争取不放油。哦，他爸爸可在乎这个，就是心脑血管这个了。不放油。哎呀，油太多受不了。少油少盐。当然有的时候拌青菜适当搁一点油也可以。哦，还也搁。哎，但是老头从来说弄个瓶子往里倒油这不行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从那个抽油烟机那油盒里啊。太会过了吧这个。哼，吃一点、啊、什么味儿都有，高兴。你还不如吃那、哎、吃半斤油呢。那是，这儿吃完了差不多，哎，老头自己打电话订外卖，啊，这才正式吃饭。奔八十人自己会订外卖。嚯、哦，哎，来了，来披萨，啊，这洋餐了。他原来年轻的时候出过国呀，他对这能接受。嗯嗯，人家送来，大爷，披萨给您切八块、十二块啊？啊，切八块，八块，因为十二块吃不了。这不是一样吗？这个吃差不多了啊。但是老头也不能老吃这么素啊，也得吃点肉啊。最爱吃的就是炖肉，现在就荤的了。上海叫红烧肉，是啊，五花三层的那种啊。哦，但是买的不吃。那他吃什么呀？一定要吃于谦给他炖的肉。哦，我有手艺。你看看这边，老头也想个儿子、嗯、是吧？打一电话，我要吃炖肉。哦，于谦不管多忙。嗯，接了电话，提上裤子就来了。对，我干嘛呢？我就非提上裤子来。不是你出门不得提上裤子，穿上外套吗？我在家光着是怎么着？不是你穿的毛裤啊，毛裤哪儿？我就穿我爸一打电话，我就在这光着呢。你看，你可能正练那个变戏法呢啊！我变什么戏法啊？我跟你别练了，榴莲。行了，行了行了，别提这个了，您这。来了来了，老头都准备好了。什么就准备好了？他父亲给他准备好了一大块猪肉放在这儿了。要炖吗？哎，谦儿这就赶紧洗手。哦，切肉。是给他爸爸红烧肉。嗯，一切肉一不留神，嗯，把手切破了。哎呦，这是坏了，鲜血滴滴答答下来。哎呀，滴到猪肉上。嗯，并且渗进去了。你少来这套啊，我跟猪来滴血认亲是怎么着？像话吗？您这个还是猪肉渗进去了？谦儿也傻了，我的血怎么跟猪肉合在一起了呢？我还真往下说呀！回头看他父亲啊，你是谁？这好家伙，要翻脸这就。你看这是哈 啊，老头也乐了。嗯，别听外边瞎说啊。谁说了？得了，别炖肉了啊，咱们外边吃吧。外边吃了，爷俩出去了啊，找一火锅店。哦，吃点羊肉吧。火锅店墙上写着了啊、嗯，不辣、小辣、微辣、中辣、大辣、特别辣、变态辣。哎呀，到头焗开。谁分得这么细致啊？这玩意儿。他父亲很开心啊。叫什么呀？服务员，点什么？最多的就是这个、啊，是先生，最多就是焗开。哦，有没有怒放？没有，没有，开开就得了。嗯嗯，吃，吃吧，坐那吃啊，吃着，吃着吃着，他父亲脸色沉下来了。怎么了？哎，我怎么就老了呢？你这想起什么来了？这是回想起年轻的时候，就跟在眼前一样。一晃的事儿，他爸爸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，哦，做生意哪儿都去，做买卖的，最远到过印度，呵，他爸爸上印度去卖那个手指，印度没有手指，非得我爸爸倒腾过去是怎么着？关键是人家没有人用手指，那倒是，他爸爸去赔的都不行不行的了，啊，到最后卖了一个肾，啊，才回来，拿肾换手指了，啊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又做买卖，又到印度去卖筷子，啊、这个做这个小本买卖啊，人印度都手抓着吃，就说是呢嘛，赔的不行了，把那个肾也卖了，没肾了啊。后来想这怎么办？得了啊回家吧，
这才回家啊，娶媳妇儿过日子。没肾了，娶什么媳妇儿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您 这就是差，但是你父亲人缘好啊，邻居卖猪肉那大哥老给帮忙。我好嘛，别提那个了，没有那大哥。啊、这老头吃着吃着眼泪下来了啊，老了，我还是很希望能够有生之年，嗯、啊，多出去转一转。还转？没肾了，还转什么呀？嗯，看看风光也是好的嘛。啊，于谦大孝子啊！我又怎么着了？去支持您去，您说多少钱吧，我给您。哪怕说明天走，我提裤子跟您就走。我怎么老脱裤子呀？啊，我怎么老脱着裤子呀？这我跟您一块带您周游列国去啊，出去玩。要不我带您上澳洲怎么样？澳洲？哎，咱爷俩上澳大利亚大洋洲。我带您去看看海龟，哦，玳瑁，嗯，乌龟、鳖、巴西龟。好不好？这认亲戚了是怎么着？我们上的，这看点别的不行吗？老头，老头脸啪嗒掉下来了，不高兴了。你都听谁说了些什么吗？哎哈，怎么那么信别人说话呀？啊，我要去非洲。哦，不上澳洲，去非洲看动物，这倒可以。他有一个动物大迁徙啊，对，有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坦桑尼亚那个啊，好些个动物，角马、瞪羚、斑马，是无数的动物。据说人家得。啊，得搬家搬两三个月啊，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嗯嗯，我去那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谦儿真孝顺。行，订票哦，带您去非洲，就看这动物大迁徙。收拾好了爷俩奔非洲去吧。真有一个像非洲的样子是吗？啊，戴着这个大墨镜、哦、大背心、裤衩、拖鞋，爷俩很阳光。 哦打了一个车奔机场，就这就去，坐在出租车里边，老头指着窗子外边还看风景。谦儿你看看啊，瑞雪兆丰年呢、啊、冬天呢，我们出发冬天，裤衩背心啊。对对，你们走的时候北京是圣诞节。好家伙啊，得了，已经出来了，那也得去啊，是吧？自个儿都订完票了，去吧。哦，来到机场过安检、嗯、你爸爸露脸了。怎么还能露脸？过安检得脱了外套，摘了帽子。对呀、啊，鞋要是高还得脱了鞋。没错，但确实有那个不配合的，人家不懂。过安检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跟前面那人说：“嗯，这位先生，您必须要配合一下。”没错，不是我们刁难您，这是规章制度。没错啊、嗯，您看我们，不是您我您别跟您看，您看于谦父亲他、啊，您看于老爷是怎么一丝不挂了？哎，他光着了，这也过了。他爸爸太配合了。啊、一丝不挂啊！嗯，给我嗨，别给人变了，你上飞机，这让上吗？这就让啊！工作人员拿一床单给你爸爸围好了，抬上去了。好、啊，赶紧让他走，太丢人了。哎，对，奔阿拉伯了。哎，走，搁在飞机上。嗯，头等舱，啊，买好票。那是，嗯，老头坐在这儿。哦，谦儿，您坐好别动啊。嗯，谦儿先上一厕所。哦，上厕所，哎呀。接完手一摁，轰，冲水嘛，冲完水出来、啊、他父亲跟空姐打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他爸非让空姐给我炒个鱼香肉丝、啊、炒个鸡蛋，飞机给我炒个饭。没听说。空姐说，大爷，我们这飞机上不能开火。哎，对，不能。怎么呢？我刚才听前面那轰了一声，还呛锅呢。 啊那是呛锅吗？那啊，这一路上不容易，终于到了非洲了。那、嗯、就到了。好，哼，嗯，哎呀，吉人自有天相，看动物了，赶上百年不遇的极寒天气。非洲都赶上极寒，零下42度，比北京还冷呢。看着这个坦桑尼亚跟哈尔滨似的，好家伙，有点西伯利亚的风采。哦，来了4个导游接你们爷俩。还有导游戴着狗皮帽子，里外八层围着军大衣、啊、好嘛，真是西伯利亚来。哎呀，欢迎欢迎你们爷俩啊。啊，来的不是时候 啊再有一个了，这个动物大迁徙得7、8、9、3个月。哦，现在这年底这不行。好，爷俩急了，不行。怎么着？必须要看动物。看什么动物？说我们怎么能看动物啊？四个导游说，那您拿钱啊，我们给你买张啊机票回北京，到西直门那儿有一北京动物园。那用你呀、啊！啊，我在那儿看好不好？爷俩翻脸了。当然，就得在这儿看。啊，当然。要不然就死给你们。好家伙！要不然就给你们变戏法。别，这还是死给他变一个狼牙棒。啊、行了行了，吓死你们知道吗？方天画戟。行，你说不说了？
啊，嗯，四个导游一商量说，您爷俩要真想看动物的话，也不是不行，还有动物，有几只光棍的鹿。什么叫光棍鹿？去年动物大迁徙的时候，有几只鹿啊，啊，迷路了，啊，哦，没走了，存林了，就留在这儿了，啊，有这么几只，还都是公鹿，没找着群，啊，在这儿天天眼珠子都快红了，哦，你们要看看，凑合看一眼就回家吧，啊，能看就行了。但是我们动物保护，啊，你们过去把他们吓着了不行，哦，我们这儿有一张鹿皮，是吗？是个母鹿的皮。啊，你们爷俩披上，到那儿去一会儿，路过来你们看一眼就得了。哦，这也能看就行。他爸爸很开心，来呀，是吗？来，在家我们有耍狮子的手艺。哎，好嘛，有这底子。那你以为我前面说耍狮子白说呢？我让你说了，哎，你记住，每一句话都是有用处的。这嗨，哎，他爸爸在前面弄着鹿脑袋，啊，钱儿在后边。耍狮子，哎，那是提上裤子一披这个，我好爷俩拧着拧着的啊，就奔草里边走。母鹿吗？哎，一会儿打那边这几个公鹿就来了。是啊，好家伙，打去年七月份到现在啊，啊，这都不行了，这几只公鹿，啊，你想这几只鹿獠牙都长出来了，好家伙，改野猪了啊，眼珠子通红啊，啊，就过来了。哦，爷俩还是很开心的，是吗？还是很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，他高兴，见啊，谦儿也高兴，是吗？待了一会儿，谦儿说不行，怎么不行了？说，哎，嗯，那个，这个鹿讨厌，你这讨厌，他可能真拿咱们当母鹿了。是啊，对，他有一只鹿要趴到我的后背上。哎呦啊！他父亲告诉你坚持，我已经开始吃草了啊。好家伙，就别坚持了，这东西。他说这不是坚持的事儿，这比变戏法还难受呢。好家伙，咱跑吧，赶紧跑吧，撒腿就跑，一边跑于谦还说呢，我说什么？怎么是鹿呢？哪怕是野猪也好啊。野猪怎么了？多少沾点亲戚。我去。